一个月给小孩多少钱啊，然后一个星期就离婚。那我跟日本的亲戚就这样啊，跟我现在的太太结婚啊，或者跟将来的太太啊，现在以后不会了，过了已经改变了。哦，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搞定这件事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听到这种事情，通常的戏码都是原配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说哎呀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，所以我每次都是生两个连上。对，所以你这个你用钱摆平的这件事。对，我有的财产都给亲戚，嗯，包括房子以前我。